谢谢大家。爱豆，爱豆，大一泽，大一泽，大一泽，二嫂，大一泽，啊，西瓜咋离掉？大一泽，开会，开会。哦哦哦哦哦哦可以听，可以听。本来想说这首就能结束，什么我以为结束了。哎呀！我去玩家嘞！几条白船？我们先喝个水吗？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东西，会唱那么多。有人有那个面塑利达姆吗？我手很痛。我想说这首完就结束了。阿杰，谢谢。打这个真的超重的。我就这么。先不休息一下。好。真的没有练过，因为太想到了。加加！哦，
谢谢。然后我们请我们张妈妈讲几句话，谢谢。精不精彩？精彩。赞不赞？赞。预约明年好不好？听见没有？预约明年太久了。可是呢，有一个问题，我说他们是乌合之众，哎，没有乱讲的。为什么呢？他在台北，他在台大攻读博士。那个玉林打鼓的就在嘉义，那另外那个玉林呢，他有时候外派到大陆去，所以我是嘉义人，嘉义人，因为是工作已经就是会到外县市去了，有时候外派到大陆去哈，所以他们今天这样子哈联手这样的一个演唱会哦，上次也真的很难得哦，可见他们是平常有在练吗？有。自己练。分。我们过年练了，原本打算要练三天，但是两天拿去娱乐啦，娱乐啦，摸几圈。那个游泳啊，大家都知道。只练一天。只练一天哦，就有这样子的功力哦，所以哦，真的是很难得，要不要给他们热烈掌声啊？我们嘉义优秀的子弟啦，大家都已经有目共睹了。一个躲在后面的 key 在弄那个 keyword 哈，来，要不要出场让大家认识一下？哇，四人组的哈，你们有没有乐团名称啊？我们今天出道吗？出道今天晚上会响。所以我说他们是乌合之众，没有错吧？那我们期待哈，在未来哈，他们有共同的时间，看到可以汇合在一起，所以又来台湾图去表演。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什么时候呢？明天。表演一样的。表演一样的。真的吗？没有啦，开玩笑。那感谢各位哈，那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来，谢谢这四人小组。好，那他们的父母都在这边，父母可以上来吗？爸爸妈妈。
不要客气好吗？你们鱼有龙烟嘞，有这么优秀的子弟，可以吗？没事。他们都很害羞哦。好，那我们欢迎大家哈，可以进来台湾土著参观一下哈。我们这边哈，好多丰富的台湾的藏书哈，有文学，有自然生态哈。那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参与，谢谢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